那这一趟你去了多久？澳洲？这一趟我去两周。两周。嗯，因为差不多到第二周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心虚，想说，哎，是不是要该要认真工作？这样子放肆的玩耍是合理的吗？自己很心虚，很紧张。两周有没有就是最难忘的地方？澳洲的点？最难忘的地方哦。因为澳洲刚好是夏令时间，所以是一个非常阳光普照，对于一个就是要防晒的女艺人来说，就是有点辛苦。你这个都布料很少哎、欸。哦，其实就是很多对啊。照片以外的时间，我就是一个防晒怪。我跟我同行的，比如说我表哥跟朋友就说：“哇，看你遮成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刚刚路过的车子驾驶有被你吓到。”哦，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 Halloween 周、嗯，大家可能觉得我在那个 cosplay 什么东西吧，包很紧这样子。我有一天就是去遛狗，然后我想说出去一下下，结果没想到这么晒，所以后来我就逼不得已把我的那个衬衫绑在我的头上，所以我看起来好像是就是头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人之类的，然后全身都包得很紧这样。嗯，有点吓到别人就对了。对，但回来应该就没有晒到太黑。好好，2024有要结婚吗？就2024哦。对，嗯，目前没有这个计划。没有哦。嗯，又觉得结婚就是一个很需要一定要执行的事吗？可能需要冲动。哦，对，我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冲动。还没有计划。怎么这一趟没有带吴尊一起去玩？这是家族旅游吧？哦，你是算我跟我的家人去找朋友。哦，所以没有带上他这样子。